没事，不要激动在里面啊。等一下，你们别激动。我也想换，你们不能被骗走了吗？你们撬了吗？现在不要用力，双方马上过来了。你们现在就是保持冷静，好吧？我们想换，我们不想死。里面人多啊，我这个不会死的，放心好了。这一楼，一，把这边拉，一，二，三。你先别动好吧，他有点沉底了呀，帅哥。啊。啊？拿着，人多了，人卡在里面堵着了。好嘞，过来，我给你按一下，我给你按一下啊。就这边，就这边，能把门弄开就行了。快点，这边，消防来了，就这边，能把门弄开就行了。这么多人命，要不要拿个电梯表给他充？隔着电梯门跟他们讲说，就是里面的人不要紧张，要冷静下来。他们是我了解下来，他们是员工在那边聚餐，聚完餐就来唱歌。不在，我站不起来了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嘛？负责行吧？我站不起来。